什么是外星轮吗？据我所知，外星轮应该是 alien 乘坐在太空飞行船来到了地球上。想要帮助外星轮移民地球的计划就是，他们首先会派四个人，四个外星轮的居民来到地球上讨论和适应地球上的地球人的生活，还有的就是，就是你们懂外星人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？因为外星人是属于特异类，人类是属于低级人类，所以外星人呢跟人类是有大部分不相同的。其实我和外星人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《知心人 My Friend from Alpha》，这个就是关于一部外星人移民地球的计划，想要怎么安排生活，想要怎样去生活。OK， 这是 Part 1的 video。如果喜欢我的 channel， 记得帮我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 and comment。别忘记啊，我们下一次见。